立春之后，好快又到咗惊蛰。每年呢个时候，都会有个朋友嚟探，但系今年佢冇嚟到。冇几耐，我收到一封白驼山嚟嘅信。因为一场大病，我嫂喺两年前嘅冬天已经死咗。我知道黄药师唔会再嚟，但系我继续等。我喺门口坐咗两日两夜，睇住个天系咁变，我先发觉，虽然我嚟咗呢度好耐，但系我从来未睇清楚过呢个沙漠。以前见到座山，我就想知道座山后面系乜嘢，但系而家我已经唔想再知道。我有一个孤星入命嘅人，父母好早就死咗，只有一个哥相依为命。可能因为孤儿，我好细个已经识得点样去保护自己。我知道如果你唔想被人拒绝，最好嘅方法就是拒绝咗人先。因为呢个原因，我一直都冇再翻过去。其实嗰边都几好，可惜我已经翻唔到转头。我命书上面写住：夫妻宫太阳化忌，婚姻有神无名，估唔到系真的。嗰晚我忽然之间好想饮酒，结果我饮咗个半程醉生梦死。好似平时一样，我继续做我嘅生意。老兄睇嚟你都应该有四十几岁出头。喺四十几年，你应该会遇到有啲事你唔想再提，或者有啲人你唔想再见。因为他们很对你不住，或者你有想过想杀了他们，不过你不敢。因为其实杀一个人很容易，一点都不麻烦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武功非常好，不过这段生活就有点困难，所以如果你可以给些少钱他的话，他一定可以帮你杀了那个人。你考虑啊，不过要快，因为如果不是的话，没事做的时候我会望回盖白驼山。我很清楚记得曾经有个女人在那边等着我，其实醉生梦死只不过是他跟我开的玩笑。你越是想知道是不是记得了的时候，你反而会记得更加清楚。我曾经听人讲过，当你不可以再拥有的时候，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令自己不要忘记。知点解？我成日都发住同一个梦，冇几耐
我就离开了这笪地方。